在中秋节当天，不少人相聚赏月，不过有民众却看到台南天空出现了一道神秘的蓝光，好奇的拍下奇特景象，抛上网求解答。有民俗专家表示，像这类罕见的天文现象，以民俗角度来说，通常被称作异象。但气象局说，其实天空本来就是蓝色的，因为天气好，没有水汽杂质，所以才出现蓝光散射，纯属正常现象。黄昏时分，夕阳落下，美好景色看过去，怎么和平常不一样？多了一道神秘蓝光。奇怪啊，这是什么？民众在国道一号台南安定交流道附近直击这一幕，忍不住好奇，甚至拍下奇特景象，po网求解答。画面曝光，原来看到的人还不止一个，大家纷纷贴上照片，直说自己也有看到神秘蓝光景象出现在中秋节当天。除了记录行程原因，也让民众出现猜测，可能夕阳照下来可能是橘色的，看起来有蓝色就很酷，可能是橘红色那些吧，那种好像真没看过，就是中间有一条的。罕见天文现象也引来民俗专家以民俗角度做出解读。天有异象，来断一挂国运，好像天上要有一道信息在警告大家，要提高警觉，要大家特别小心。不过在以气象方面做出解释，气象站则说天空本来就是蓝色的，因为没有水汽杂质，出现蓝光散射，纯属正常现象。照片上面的蓝光的地方呢，其实就是云比较少的地方所表现出来原本天空的颜色。经常大家所提到的所谓霞光啊，或者是反霞光啊，通常看到的都是红色。天空气象千变万化，各界解读方式不同，意外在中秋连假期间成为话题，也引发大家讨论。记者黄文琪谈不到。